歌手出場啦。佢就係我哋香港其中一位最早翻唱韓國歌曲嘅歌手，菲尼葉文輝先生，我哋俾掌聲俾你先。Hello， 你好，菲尼。Hello， 你好，歡迎曬你。好。喂，嗱，今日咧嚟到現場，咁啊，當然即係嚇，除咗呢一個你自己啊，就算香港文化，即係因為韓國嘅文化，我哋有一樣夾埋一齊噶嘛，係咪？咁啊，有邊一啲嘅即係例如今日你自己嚟到現場咧，咁啊，係咪自己都好中意韓國文化？因為之前嘅翻唱呢首歌，翻唱韓國嘅歌曲啊，自己咪好早已經中意嘅。唔係嘅，最初唔係嘅，不過即係入行嘅時候有機會唱咗第一首 I Believe 之後咧，跟住就係諗唱翻唱一啲德文歌，係啦，咁所以唱咗都好多韓國嘅德文歌，但係而家就好中意啦。有冇邊一個係而家即係嘅你自己心目當中你嘅欣賞佢，即係呢個DJ 或者一個歌手嘅角色，係你覺得 OK？ 我中意，我唔知現場嗰啲 fans 有。我好中意 BTS 咯，係 BTS 啊，嗱我同埋好中意EXO 啦，邊個啊 ？One One 啊，係啦 ，Pink 啊，最近我好中意，好好聽嘅 Pink。兩個紅衣員啦，第一次見過啊，控制你情緒啊 ，OK 啦。好啦，咁啊嗱，今日嚟到即係其實都係帶咗啲嘅歌，同埋都會同我哋啲朋友歌手一齊去表演啦。咁呢個時候我將我交俾你，好唔好？好，好 ，Thank you， 唔該曬，俾掌聲俾你，唔該曬。啊！好耐冇喺商場嗰度唱歌啦，特別係我啲 fans 又好耐冇唱歌俾你哋聽啦，唱下啲廣東歌啦，聽咗頭咁多韓文歌好冇？好啦，咁啊呢一首廣東歌，咁啊可能對一啲小妹妹嚟講咧係新歌嚟嘅，咁你可以當新歌聽嘅，歌名叫做《伴有浮華》。微微顾念，他很聪明吧？你却轻轻抱了我一下，然后微笑，再没有说话。挡不住灵魂里偏差，遗憾没法与你再一起，经得起波折，共度患难，现在能争气，可是。疲倦了才忘记，其实转街他一早算尽吧。明白我常犯错，从前自私的我，从未对你献出很多。仍然真见，但是不要给他，你他很多年了，没有。尽量微笑祝福你，怀念你也替他欢喜，完成了志愿，但是没你参加，遇成功必须代价，这个惩罚太清楚，多可怕，这结局无法删改吗？红蓝已沦陷了，你已放下，没牵没挂。其实转街他一嘴算尽吧，明白我想犯错，从前自私的我，从未对你献出很多。赢了赞誉，但是不要给他，你与他很爱定吗？没有可一根吵架，我们话你尽量微笑中。这个惩罚太清楚，多可怕，这结局。
快要给他，你与他天荒地老，没有可给跟吵架。我无奈，亦尽量微笑祝福你，怀念你，也替他欢呼。仍是你知，但是没你参加，如成功必须回家，这个情分太浅。这结局无法删改吗？共那已沦陷了，你再告别，剩低牵挂。多谢。其实我就好耐冇唱呢一首歌啦，耐到我都似系有啲差啲唔记得歌词。咁咧我因為我見到好多嗰啲韓國Kim Song Lee 嗰啲 fans 係邊班嚟 Kim Song Lee 啲 fans 嚟，仲有 HBY 啲 fans 啦，咁咧就你哋好細個啦，咁我哥哥介紹你一首新歌啦，咁呢首歌叫做《寂寞有時》。随便等着谁来辩证，我依然尚有魅力凝聚。歌之路，是一年月流走去，尚能有谁？无欲无念，无心瘾，天更惊即将死去。如走在狂烟再睡，方能压碎这恐惧。笑话从没发醉，连夜死在人堆，借歌声伴侣窃取情趣，偷出另一杯止痛药水。寂寞有时，谁也无意玩得太过心痴。若然自卑，不可以亲手的意志，这那些欢和言，填补我内心中的空虚。一晚之间重拾那阵子寂寞，有时谁又亦有心不慢听我说心事。就连自知，亦再不想在意。另一个故事，才发展不仁慈。要走在旁边再睡，方能压碎这恐惧。笑话总会发醉，连夜企在人堆，借歌声伴侣撕取情趣，呕出的一杯止痛药水。寂寞有时，谁也
填补我内心中的空场面，一晚之间重拾那阵子寂寞。有时谁也仍有心独慢听我说心事，就连自尊亦再不想重现。明日共别时，才发自己反面前。来让我暂时忘掉这生活不易。今晚叫做《寂寞有时》，好新啊！呢啲歌对于你哋嚟讲，其实唔新噶啦，几多年啊？我都唔记得咗，都有两年，唔系有都有两年系嘛？咁啊，我今日见到好多有都妈妈嚟咗，我谂系平时听我做电台节目嗰啲嚟嘅。咁咧，我再唱多一首歌，因为我唔阻住呢个 run down 啊。咁至于呢一首歌咧，其实就同韩国就最有关系嘅，对我嚟讲，因为我一入行咧就唱。I Believe 啦，因為 I Believe 就大家認識我啦。咁其實我都仲有唱好多廣東歌嘅，大家都支持下啲廣東歌啦。咁而 I Believe 咧就同今日嘅活動就最密切啦，所以送俾大家 I Believe。别独自伤心 ，I believe， 谁亦有为爱牺牲，是否就能令你最最开心？从来没怪你，要你讲对不起，曾话过记忆尚存一天。
这张嘴为何未亲我？咁啊，同時間咧，一齊影相嘅時候，另外我哋都希望現場朋友俾啲掌聲，有請咧，釜山旅遊局嘅 Suzuki HK 嘅 Mr. Choi Chi Kong 咧就嚟到現場同我一齊合照嘅，係啦。好，有請釜山旅遊局嘅代表，係啦，咁啊嚟到現場。好，一齊嚟咗影相先，咁多位一齊繼續照先啊，望一望先。咁啊 ，OK， 好，我哋望一望你哋右手邊啦，望一望你右手邊，係啦 ，OK， on the left side，OK。好啦，今日亦都望一望左手邊先 ，on the left side。好啦，另外咧，我哋亦都有請咧釜山旅遊局 KCCHK。Mr. Choi Chi Kong 就嚟到台上面嘅，請。咁啊，同時間咧，亦都有請我哋，另外我哋都有請我哋今日提供場地嘅，咁啊非常支持我哋嘅西貢中心，我哋嘅主席係啦，嚟到台上面一齊嚟張合照啦。好，咁啊，等多位代表一齊嚟到台上面啊。好啦，嚟啦，一齊影張相啦。OK， 係啊，需要啊，一場嚟到，係啦，影張相啦。係啦，好，俾掌聲啊！好，嚟嚟嚟，好，我哋影張合照啦。好，唔該曬，好啦，今日一齊 ，OK， 仲有一位 ，OK， 稍等陣啊，好 ，OK， 好，嚟到台中間啦。中間少少啦，係啦，親密少少嚇。好，咁啊一齊嚟張大合照。咁啊現場咁多位朋友咧，不如俾一啲掌聲台上面嘅咁多位，因為多謝佢哋今日嚟到現場。咁啊支持我哋今日呢個活動 ，H K 2018。咁啊亦都咧嚟到而家咧就已經嚟到尾聲啦。咁啊都咁多位嘅單位咧，多謝曬你哋精彩嘅演出。咁啊呢個時候咧，我哋代表呢個香港區嘅主辦單位Valuable 啦。Social Media 啦，同埋咧 KCCHK 駐香港韓國文化院咧，多謝我哋現場今日提供場地嘅西九龍中心，咁啊亦都俾啲掌聲，再一次多謝佢哋嘅多個，咁啊今日嘅活動嚟到呢度，多謝曬多位，希望大家今日 enjoy， 咁啊亦都咧下年再有機會同大家見面啦。OK， 好，搞掂，唔該曬 ，thank you， 俾啲掌聲，多謝曬，唔該曬，好，咁多位可以喺嗰邊離開啦，係啦，可以咁樣啦。